做人哦，做人就要心观念存，厚积薄利，清贫致富啊。会记得吼，我十几岁啊时阵吼，我就足够啉嘛。这酒对我来讲吼，我人是无人日啦。实在讲吼，咱安尼分酒吼，拢三四十年，咱的习气遐久啊，要改吼，真困难。我有够迄个福报，我拄到这啊神地神，无啉酒嘛，啊，所以我跟这斗阵久来吼，慢慢的我家己才有法度改变。迄当时都咱这个周宗明师兄吼，来接我去吼。去迄个伟大思想遐咧做环保，啊，起先我嘛是足排斥的，第一安尼加招几啊，该招甲吼，咱无法度家拒绝，啊吼，啊咱歹势家拒绝，结果我大概去做环保，嘛是吼足惭愧的。我去遐要做环保的时阵，我啉甲醉甲安尼吼，去甲遐吼，因遐人大家拢安尼，因为迄个异类眼光安尼甲看，啊因嘛是，敢若讲的嘛是拢无甲排斥啦。哎啦，讲起来我嘛是爱真感恩啦。做志工，那做，哎，做到尾也信，都感觉讲哎，愈做愈欢喜。自私讲来讲，爱忏悔，爱去做。较早伊迄个生活，你啊心里若要得过着迄糜烂的生活吼，迄实在吼对咱也无好啦。我目前大部分拢无我家己的时间，有空费我来做空费，啊闲我来做志工。我感觉我生活过得足充实的，就上人讲的，讲好命不空过，应该是安尼才对啦。